哇，太阳出来了，沙漠日出，早上8:13。哇，撒哈拉沙漠的日出。哇，第一次看沙漠日出。刚刚结果是有人把灯塔照过来的，完全不是夕阳。超美的。哇。太阳升得好慢哦，不能快一点吗？哇，漂亮。赶快下去啊，乌牛。那跟你说早安，要慢慢的。你看，出来翻车头了。早安，早安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破坏轮子。你心情不好呀？不是，是这里很无聊。我都没有想到，在疫情会不是心情不好，就是好无聊。但我要拉车拉六百，不是那么温柔啊，那么有耐心。但我要坐六百，就是休息，休息。路上有不一样的东西在等着你，真的。什么东西？你要自己去发现啊，搞不好又像昨天那样很好玩的事情发生，真的。去北极吗？去北极，那要下一个，好吧。我叫我下去。叫我下去。不，我们刚刚遮住。哦哦，太刺眼。对呀、啊。可是已经要出来了。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。我只得到处。嗯。不然你给我照啊，我又不会照。你不是有相机？你不是有相机？我可以24小时。说实吗？哇、哦，很漂亮。很漂亮。对，全程录影，一边录一边拍，有点冷，但是还好，出来又温暖一点了。嗯。耶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对，他今天刚好生日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对。好厉害！嗯。1月沙漠日出，当生日礼物。哦，这个是最好的生日礼物。漂亮，这样。很漂亮啊。耶。感觉怎么样？很美啊，好大的太阳哦，好像宝石一样。1月29号，生日快乐！看一下，这是在小安买的。我一直说消防，好怪哦。很漂亮哎，很漂亮。那边也好像是一家饭店，是吧？那边也有饭店了。好了，录完了。我们的饭店，我们在3楼的楼顶看日出。那边也有。这是我们的土堡饭店，很特别的饭店，很漂亮。哇，沙漠日出真的很漂亮。你要照哪边？好，我们等下8:30要集合了，现在是8:18，差不多了。很开心可以看到撒哈拉沙漠的日落还有日出，很开心，很完美。对，好，拜拜，拜拜喽。